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河北也是有个老太太，该死，赢吧。 是老太太没了，是老太太。哎呀，别给我提老太太了。看咱这衣服穿的，有袖不穿啊？啊，有袖不穿，手搁外面，啊，手搁里边，不伸袖。 哎呀，那衣服不往下掉吗？打个什么玩意儿呢？拉尔，行。我掏，哎呦，连毛都没掏着。我掏，又没掏着。 挺难掏啊，这拉尔。掏，哎，平哎，我们射程比他远啊。哎，这灯怎么回事？哎，我的灯在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掏你，WC平雷炸。 跟我打，兄弟！那我这灯为什么得闪啊？炸掏，打不了西，平嘞，平嘞，平嘞，炸平嘞，妈哪来个耗子？ 啊！为啥会有耗子出来了呀？我靠，这耗子！别闪了，我这灯是插电的，他跟我在这闪烁。老罗汉了，跟我在这整耗子是吧？你给我打死他来！妈了个巴子的！ 我打死他耗子！晃晃晃！人们离真相还有5步之遥，而我大概领先10步吧。他不是一级抓上，他是辅助。炸！劈！ 平嘞，平嘞，平嘞！哎呀，这还是打着我了。掏回来，打爆了西炸，平嘞。往这儿走来。 先不吸啊！这 ADC 怎么老掉线呢？掏回来 ，WC 炸！ 耗子是上来了是吧？行啊，他上来我们走一走。等6级那耗子敢上来，直接双杀。现在不太行啊。
现在我们没六的话，这技能太少了。回想起来，他们还叫我瘸子。俺们家 ADC 挂机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掏麻烦的心炸，把小药吃了。又一颗棋子被吃掉了。呀，我也出问题了啊！不干了。来个仪式的章节。双 buff 来了，谢谢你的双 buff。我们家蛤子能打死他耗子。完了，蛤子要死！哎呀，漂亮蛤子！我们现在有点无敌了啊！掏回来，吸炸平嘞，平嘞，直接开大，吸炸接炸，掏回来。没炸着，他二速还跑得有点快。你这大招不用难受是不？掏回来，炸！是我看到的东西，而是我看不见。炸！掏！打个眼儿，不知道这薅着来没来？薅着没来呀、啊？说他别。击炸炸平呗！哎呦操，这有点厉害啊！这玩意儿能变大这么狠吗？大意了，薛威是有点啊，这有点疼啊，扎我！谢谢会不甘的办卡。我差一点点大招好，就差一点点。大也打不过，他大招没好，有大能打过。我可是二速开，啊，这咋这么多人呢？打呀！
我一波双杀没了，本来我这波是双杀的。这也行啊，啊，这也行啊。权衡之后的冒险根本就不是冒险。回城还能躲伤害呢？今天确实是过年了啊，这节目挺多呀。谢谢安度音的小宝贝儿，这是谁来着？巨象妹妹，谢谢巨象妹妹啊！怎么还狠上了呢？这小子，不用你狂妄啊！不用你变大，我也会变大。决定总会带来后果，用不着你变大，嗯？什么意思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变大，变大好使呗？变大，变大现在就好使。我打不打？跟我比大？你赶紧给我变小，应该没有。我们每个人心底。你这个小蘑菇，谢谢巨象妹妹的小星星啊，感谢感谢，谢谢谢谢。回家了。来个蓝林汉的苦楚，把我犯下的罪名再无敌了呀！这亚索等级也太低了，他怎么才八级呀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是我的等级太高了 ，I'm sorry。这是个 AD 龙女儿啊！还能蹭个助攻，哎，还给了一层戒指，漂亮！现在的我可是无敌了，我跟你们说。当他们的眼前掠过自己的一生时，炸！跑！不打了！啊，不打了！打不打到底？在干什么呢？又跟我开始变大，到底是你大还是我大？你还是没有点数，我发现。别忘了，我们正处于战争。这样吧，把他蛤蟆给他打了。我不掏你一下子吗？
不狼了啊，这边回家了，我们准备接受自己的无敌。哎呦，闪现炸，掏打转溜西炸 A 接炸，掏着死了，没事，先把龙女杀了，炸！哎，你必死！你往哪跑？你说你，我往这儿给你封一手路，啊，往这封一手路，你不必死吗？跟我上，老刘，刘头，啊！嗨，擦！击炸！往后撤来，他要变大了，他变大了，你不害怕吗？他变大了，掏回来，西接炸！哎呦，杀米拉，我炸！哇，杀米拉，猛啊，杀米拉！对了，下版本杀米拉直接脚没了。脚给砍掉了，我大可以把他们都杀了，我想他们证明我的证据可残忍。西接炸，沙米拉下版本直接一技能一 A 炸拔罐溜二连炸掏，一技能不能一队友， R 技能变八秒吸地回家了，我的装备赶紧出，赶紧无敌行不行，这装备赶紧无敌，我二连的掏回来炸，让我回家吧，那美甲窃魂卷那这多少时间都出不出来了，能不能让出个美甲窃魂卷了，还被征服的国家炸，来把我们家能打的啊，把你们家能打的都给我叫出来，掏打破你西炸平给开大炸点炎炸再炸炸，炸着了啊，请问一下，这为什么这中路，哎呦啊，炸西炸平 A，平 A 给我踹的炸，平 A 掏回来，西炸拔罐溜，炸掏，西炸，炸掏，我上了，走了，打个蓝 buff。没关系，我吃个两口屎，这波可以打。
跟我来了，我看谁好死了，我看谁好死。你不要以为你俩都变大，我就怕你俩啊！炸！闪现掏炸！平 A 接炸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炸，掏回来 W 开大，接钉。炸平 A， 掏回来接炸，接炸，炸，炸，掏，接炸，一波。把他薅着杀了，薅回来炸！让你不好好玩游戏，瞎杠杠。